30秒一发。还可以复活四个人呢、欸，这个快速。你的狙击枪是用哪一把？几版哦、啊？几把、啊？你要买另外一把是？我在想要买什么？你也买不起啊，你才9000块。对啊，穷的要死。够够够！你大概在2关就行，1关3万。好啦，我要买东西了。我要买那个1秒16发的机枪炮了。有超级复活哎、欸！复活记得买。说那个机枪炮，我刚才买了，我也觉得很烂哎、欸，它不能转那个哎、欸，你按下去之后，然后你的视角就再也不能移动了。没事啊，我就喜欢那样。那就是固定的机枪了，机关枪。那个就是你瞄准那个方向就只能站着啊。Go go go！ 我试一下。你用了你就知道了。1秒16发哎、欸，一定是专门教训大型怪物的。我还换了一个777T 伤害的哦，被打中一定死哦。任务目的是保护目标。保护目标，保护这个猪猪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这个猪猪快。来一个飞碟啊飞！等一下。哇，我不行，这样中枪，中枪是靶子啊。你下一个哎、欸。我要不行啦，我来这边根本当靶子啦。中间就是靶子啊，谁站谁傻逼。哦，又是这个大章鱼！我要上西天了啦！怎样？哦，机器人来了！机枪炮如何？空中的怪很难打、啊，但应该是还好、啊。空中的怪，就刚拿那一把五下。而且明明就可以转。不行啊！哇，我拿那把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我要暴击啊！我受不了啊！哪不能转？我想射哪里就射哪里啊！我只是不能动而已啊！好多机器人啊！我暴击拆飞碟啊！大家加油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跟你拼命了、欸、我没了，为什么幸运女孩没有在冲的？他就一发而已啊，他是只有一发吗？他不是77秒1发吗？我有吧，你冲了你还一直拿着那把武器啊？没有吧，我之前拿2管大炮啊，轮流冲人的是吗？我拿这个狙击枪10000子弹换幸运女孩转好了，我要跟他拼命了。机器人死了，拉一下，你要换命啊？我刚换命了。买油买了一个载具啊？对啊。你买了台啥？买了台夜行者，这台可以一直射哦。雷达出现轻微武器反应，伤害多少？哎，上面怎么突然飞电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飞电难打，我都把枪摔了。这个很难打哎、欸。我没暴击，我很难打飞电。虽然我是一发一个啦，不过这个哦，这个杀是很难瞄。我要上西天啦、啊！这个飞碟差不多1000几吧。加钢特正在远离作战区。我要上西天啦！敌人撤退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飞碟完全血虐我、欸，大海你怎么变机器人？你怎么变反叛军了、啊？变反叛军了，拉一下、啊、大海。biu 我复活是买不起啊，那好。没有，有便宜的复活、啊，我们都是用便宜货。他不知道有没有解锁，他前面都没有。来，大海，你跟他对枪，我吸吸他、哦。这些飞碟血虐我。太倒了，他两个，他两个。你们干什么？谁在射我啊？我的血怎么扣这么多啊？谁在搞啊？我怎么在掉钱币啊？你好硬哦。我这是我扣一扣4000滴啦，过了。七招。哎，我暴气还没玩到哎、欸，暴一下。我也是，我这次好强啊。承受伤害10000。哎呦，哎，醉啦。啊，我还是10000。我这个承受伤害跟鬼一样哎、欸。我的承受伤害只有180哎，最大颗的心哎、欸。我有2300，要不是我用的幸运女孩，哎、欸，好像有新的装甲哎、欸，那装甲好强的感觉哦，重装兵哎、欸，重装兵哦，伊利线上起枪点，防御率变得很高，机动性很可播，它好像可以吸收雷射炮哎、欸，他刚说的，可以在两手装备武器，幸运女孩真的只有一发哎、欸。原来是不会重置的、哦，没钱啦、啊，穷得不得了啊！你们换装甲了吗？换了。
傀儡丝，火丝一百万，我来看看有什么效果。各装两把武器吧，走吧。那个装甲应该是个坦克吧？我来试一下下。哇，这啥？哎呦，两把！哇，我怎么又拿到这个废枪了？两只手可以同时发射，是不是？两只手是几颗的？哦，两只手是同一个武器啊。同时，子弹一起算的。哎，我可以双手的幸运女孩哦，很痛哦。哎，你射完就没了。射完就没了。哼，来，你留着吧。不知道幸运女孩能不能打这么远，她的脚好硬啊。哦，我们什么东西炸死了？不会是那个吧？不会是那个吧？不会是有一个东西飞过来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爆炸吧？不会是超级幸运女孩吧？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幸运呢。我们现在拉完大了。哦，他一直在叫怪哦，我们不打他的脚都赢不了。那打断他的腿啊！哎，这么远打不到哎，飞过去打他的脚，飞过去打他的脚。我要直接冲到他脚下了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也在你旁边。好，你我们冲到他脚下然后爆气。来，我们冲到他脚下然后爆气，硬打。你到吗？我一直在扛哦。你在扛，你还没到，你还没死啊！我一直在扛哦，我快到了，你在拉我。我也快到你旁边了。我盾开起来。啊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。拉了，拉了，等等，你要拉我。好，我们互拉，我们互拉。你先加盾，你先加盾，让我回血。我架了，你快回，我不行了，我盾没了。好，你可以死了。那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快拉我，快拉我！你也死！拉我，拉我！我也被炸死了！我用满血的拉你！完了！好，抱歉，王抱歉！暴气开始输出！打断他腿！哈，再得意啊你！从我脚下！啊，怎么关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打开了。哎，他有一条腿被我们炸断了，打断他别的腿。哎，我这条腿也爆了。哎，他断两只了。哎，我被踩死了。你会飞的都被他踩死了。受死吧！我又打爆他的腿了。哎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他腿全爆。破了吗？不爆。阿腿全爆了，怎么还在走？哎，啊，不能拉我，要狙狙啊！哦，我怎么拉你？我都拿去复活你了，你我也全部用掉了。复活的位置太远，哎，哎，买油怎么？哎，我们这次要直接冲进来打。阿腿全爆了，怎么还没死？我被机器人卡在外面了。他应该是会倒下来吧？他没有倒下来，还是要打他头？机器人太强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冲进去，一起冲。去不到到底。飘起来。我打左边那三根腿。好。我打左边那三根腿。我跟我一样，你干嘛啦？我幸运女孩掏出来。哦，我们两个打一样的是严重的资源浪费。没事啊，我打右边的。我打他左脚。我预定他左边第一只脚。我打他右边最上面的那一只脚。Nope. 左边三条腿全部都打爆了，我要上西天喽！我已经我也死了。哎，让开啊！我幸运女孩要发射了。好，来，你先射。哎，他的腿差不多断爆了。我已经打爆四条。剩两个，是最后两个。剩两个。幸运女孩好像命中率不是那么幸运的。哦，我们复活全部用完了。接下来让他们倒去。
他怎么可以穿过我的护盾给我伤害啊？你后盾只会往前挡。对啊，应该就他就是正面的。哎，他一直穿过我的护盾，拉一下。我不在那里啊，我在打腿啊。那你们又爆了！大凯不在那里吗？大凯没带复活啊？大凯没带复活吧？我也死了，大凯也死了。哦，你复活剩多久？我剩大概三分之一。起来吗？有救了吗？有，救到了，大凯起来了。救到我啦！游戏结束。哎，能量耗尽，不错啦，战术很成功啊。我发现我打那个腿也不是很快。我要打腿啊！我你打腿很快，你的狙击枪很快，我这个很慢的、啊。我已经打爆上面的两条腿了，上面解决一个，上面要掉一个，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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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哭是不是啊？太大了，幸运女孩打中路直接掉，哎，秒杀一条，爆两条了，这个也爆了，我的装子弹啊，我又打爆一条了，哎，没了没了，全没了，没有没有，还有两条，还有上面的打爆了吗？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还有一条，补子弹补子弹，上面的爆光了，我也死了，我也死了，我中弹了。哎，还有一个下面的，还有一个下面的，左边的。我在打了，我 hold 不住了，赶紧打爆二头。这是最后一个吧？剩就剩那一条了，就剩那一条了。打爆二头过关。啊，我没，我中，那怎么又这样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是死光了，爆了，全爆了，先清怪吧。拉走了，拉走了，我要自己复活了。我要复活了，先杀那个大机器人。我要教训机器人了，让开，幸运女孩来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全部让开，全部让开。好，专心打怪，专心打怪。幸运女孩发射。哦，有效果的吗？我靠，你幸运女孩怎么往我脸上射？应该可能会打到吧。没幸运女孩是少写几个字，哎，一对星。幸运女孩应该是没打到你。好，我到她正下方了。我也到正下方了，就等她开门而已。来，开门。哎，我在跑到地图外面。我再被她踩一下，我就死了。我可以拉你，走。你还有拉吗？那你可以拉。拉那你可以拉。好好。奇怪，到底是谁一直在射我？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我要射完她的门了。下去。打这个门，爆了爆了爆了！抖了一下，我打他门，我打他门，哎，开了！他怎么？他怎么抖了一下？我也打不到他。开！我没子弹啊，这一波。还有啊，我超级没子弹，没子弹。哎，他们很丑哎，我一直关哎。他好像抖一下就关了。他要不我在下面就好了，用他六星。他要开门，他要开门，快开门！用力！哎，又关了。够了吗？他没放怪啊，看谁放。他放了一只啊，他放了一只飞姐。好，开了，开了，用力，关了，关了。哦，打你太快了。还是没事，还没事，太快关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停一下，让他开一下吧，让他完全打开吧。道具都没捡。对，他开这个门应该有最大伤害。被射完他就直接关了，其实我已经来，你看还有一个最大的承受值，他又关了，那我们觉得他一开我们觉得打这样就没有怪了，对对对，减血了，我就等他开门啊，你就开啊，他的核心的下降，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开，开了，开开了，开了，四个大头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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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透了死透了，那加钢特，加钢特下去，捡到巨龙。哎，怎么不用新女孩射爆他的？我还没复活过啊，用不到啊。太
你的话复活几次还没复活过？用那种复活的不行哦。大家快点，大家快点，我就不走了，我走那么慢。我也是懒得动了。我附近一个都没有，这个解封了。也揍啊！你干啥、啊？哎，你看一下他们，我看一下他们挡住你子弹。挡住了，我没子弹。大凯狠狠的教训你啊！没看，这是一个飞弹，不小心飞过去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评价 ，B S。我也是 B。